再来半个月后就进入十月份，而第四季市场要开始炒作是明年的做梦行情。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那大家等很久的像样的反弹总算来了。好，那今天目前录影的时间12:17，指数的部分大概涨了200点，那盘中最高涨205点，目前是195，来到16,700八九十点左右，算是近期首度涨幅最大的一次。那大家可能会很困扰，就是说昨天晚上美国公布8月份最新的 CPI 的数字，它的年增率比上个月增加0.6%，而且是连续2个月月增哦，就代表过去这2个月通膨没有下去，反而稍微增温上来。所以照理说了，大家看到这个数字，应该会说：“哇，完蛋了，联准会要升息了，这股市应该要下去。”但反倒好像公布了这个数字之后，市场松了一口气。美股是没有太大的表现啦，盘中拉上去，尾盘掉下来，费半小涨，NASA 小涨，S&P 500小涨，但道琼是小跌，所以整体的美股算是持平小涨的表现。但今天雅股就很强势看这个日本越涨越多，涨了400多点。韩国也是越涨越多，涨到今天的相对的高档。那刚刚提到的台股也是，开盘开高震荡拉高，到目前为止涨了大概还有大概190点左右。那当然大家要为什么却是大涨200点？因为呢，虽然说美国的 CPI 的年增率连续2个月是上来的，但其实增加幅度相当有限，这是重点。所以，因为下半年还有季节性的因素嘛，那最近一些原料的能源的价格也在涨，跟下半年的旺季的季节性的因素，所以通膨稍微上来一点点，市场是可以接受的，这是一个重点。然后呢，美国的一些大型的投资机构的一些债券操作的一些首席的一些分析师，大家昨天都发表看法。第一，大家普遍认为9月份美国时间应该是919吧，联准会不会升息啊？不会升息。那下一次，也就是今年应该 maybe 最后一次，11月份多。现在普遍来说，也认为不升息的几率是越来越高。所以呢，maybe 美国的利率就已经到了最高点，要再升息的几率越来越低，而且市场已经开始预估说，明年可能至少有降息超过2码的空间。你不要说明年好像还涨，没有啊，现在已经9月份了，那现在已经9月中旬了，时间咻一下过去之后，进入10月份第四季。大家就开始要炒明年的题材了，你接下来就说今天的解盘一个很大的重点，因为很快就要进入到10月份第四季，市场的眼光、市场的焦点、市场要讨论的，很快都是明年，比如说什么产品会好啊，利率的趋势啊，怎么样，大家准备都要看明年，准备要炒作明年了，周末行情也准备要开始。所以经过了 AI 股6月的飙涨、7月的飙涨、8月的震荡、9月的回档，法人、投信结账大砍股票，一堆股票跌翻天。到今天我认为都差不多然后再从美国台币的走势，今天呈现一个强劲的升值，目前升值幅度快要接近一角，
代表之前逃出去卖掉台股换成美元部位的那些比较短期的国际的资金，一看到CPI 年增率 OK 嘛，看起来可能不会升息，那个市场风向球已经形成了，那个市场的那个氛围已经形成，钱开始往回跑，又跑回来了。所以今天台币强劲的升值，那亚币应该都强，因为美元走弱，那亚币都上来，这个亚股都上来，台股也准备要跟着做反弹。所以这一波我就说，打到半年线，在之前刹车止稳，目前当然还在一个区间整理三角收敛的末端，但今天这个量预估有大概2800多亿。半年线守得漂亮，然后短线连续三根红棒，而且今天这一根是量增的走阳，结论就是我认为市场那个转强的那个氛围，那个讯号在今天就相当明确。所以前天我就说忍耐一下，忍耐一下，我知道大家心情很不好，被那些自营商啊、投信啊、外资啊、集体结账啊，到处剁股票、砍股票，业绩好的不得了的一些好股票，全部都砍得稀里哗啦的。我知道大家闷到快死了，但是就像我说的，你忍耐一下吧。从过去的统计经验，台股九月行情往往不好，十月份常常大涨。所以就说简单结论，就是说你九月下去买，十月份会赚钱嘛，而且十月份会大赚。现在看起来越来越明确，然后我就说，投信做账砍完的，尤其是让法人啊、自营商砍完的股票，就准备要大涨了。很多股票都是如此啊，一档一档来看嘛。比如说秦城，刚刚就量增涨停214.5，量增涨停。那这一波为什么会一路拉回？投信在这边前后这一天卖了3000多张嘛，前后卖了4248张，所以股价才会从248、249那边打回到这一波段的低点，是188块，从248到188，这样也跌大概60块钱，也不少也不少，就是因为投信结账嘛，那砍了差不多之后呢，就砍不下去了，今天就开始反弹了嘛。就像我说的，计价也是一样，投信卖光就准备要反弹，因为今天投信卖不是因为它的基本面不好，是因为前面赚多了，外资也汇出，台币也贬值，大家都想要在季底做一个比较好的绩效，做账拉不上去，结账往下砍。互相伤害，互相砍杀，才会跌成这样子啊。而当这些筹码砍光了，就没有卖压了。股票只要一涨，我告诉你，反手回头就补股票。因为其实你以为有那么多好标的可以买嘛？当然，第四季我认为好标的会蛮多，但是这一些本来就基本面最强的股票，今天股价从上面滑下来20-30%，这个 A 法人不买 ，B 法人也会买。所以投信就是一窝蜂嘛，反正都一窝蜂，自营商也是啊。买的时候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跌的时候大家一起砍，互相砍杀，砍过头了开始反弹的时候，反手大家又开始补，又开始追。所以股票都是这样子。所以秦城，我都说九月份营收，只要第三季营收持平做计算，我估计九月份营收是10.6亿左右。那七月份、八月份才7.1、7.4亿。如果九月份跳到10.6亿，维持第三季营收持平的最保守的估算，因为九月份 Dell 要出货，你说拉起来合情合理。以公司说的持平或小增，我只抓持平，营收月增超过40%，也是大增。所以有这么强的业绩表现在后面，而且第四季会非常非常的好，股价却被结账打下来。我就说，以我
过去这么久的操作经验，它怎么下来就怎么上去啊。今天结账卖完的股票，等到股价反转向上，你就看到它回头嘣嘣嘣又回来又再买了，所以股价怎么下来就怎么上去，很有可能不到10月份股价就涨回去了，很多啊。那银邦这波从297买，最高涨到642，还原全值配6块，648，最多大赚351块，赚了118%。我们在600块附近赚一倍的时候卖了一半，等于是把成本都收回来了，留下另外一半的持股是完全没有本钱的，我就随它涨，随它飘吧。那最近股价也超强啊。人家是大回档，它是只有稍微从高点回来那么一点点，那根本不算是有什么明显回档。目前股价在570几块钱附近，从570几到640几的高点，其实真的要涨也不过2天的时间就可以过高了。因为8月份我估计就可以赚超过4块钱，9月份所有的 AI 出货量持续的拉升。第四季是 AI 出货最好的第一个季度，明年是大好的第一年，明年赚个40、50块钱看起来是有机会的。好，以明年赚40、50块钱，单月赚超过4块钱的一家公司，第三季可以赚11到12块。我就说嘛，它单月赚的比台光电跟广达单季获利都多，单季获利比单季获利是超过3倍。可以上股价乘以三合理，所以空间还很大，所以银邦我们持股没有成本，这边就是无需报吧。然后技嘉前几天跌得超级惨，很多人都在问我到底怎么回事。那我也很诚实跟大家讲，它的数字实在是有够棒。但是投信要这样砍，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只能忍耐过去，等他砍过头，回头强补股票的时候，那时候就会还公道。哦，所以我昨天就说，投信卖完的时候就是要大涨的时候，今天股价就涨上来了，还不算太强，涨个3%左右。我认为后面还有非常大的空间。哦，盘中最多最高涨到283，涨了5.8%，目前大概4%。那因为8月份你说大好。如预期，接近120亿，119.37亿，大增37%，创下过去去年1月份以来，哇，这几个月啊，12个月，大概20个月以来的一个新高点。那主要就是 AI 的带动，AI 的营收占比大概已经超过30%，代表我们说那 CoreWeave。AI 伺服器目前拉货拉得非常的积极，那 NVIDIA 的 GPU 的 AI 的晶片陆续到货量变多，所以后面的整个伺服器的拉货量都会开始拉上去，而且技嘉是走在比较前面的，它提早一个月的 AI 出货量是整个拉起来了，所以当公布营收之后，其实有一个外资就看得非常乐观，就调高平等目标价400多块。就说哇，这个营收比人家早上来，AI 的出货量非常的漂亮，后面会大好。结果没有想到投信的结账，前面连买2.1万张，然后开始结账人踩人，大家互相伤害之后，一路砍了1.78万张，昨天又卖了2500张，但是我就说账上剩大概5000多张，昨天又砍了2000多张，再卖也有限的，因为今天不是300多块去的。那可能大家不计价的砍杀，今天已经差了100块钱，离高点差100块钱，在这边再砍的意义已经不大。那只要股价涨上来，这边一路砍杀结账完的筹码，再回头补股票，那是可以预期的。因为从 AI 伺服器的一些相关公司来说，它的出货最快，它的占比最高，股本相对小，63亿而已啊，未来 EPS 贡献度最大。所以呢，我看好了，就是说9月就被结账打成这样子，没有关系，大家忍耐一下。下旬开始反弹，到10月份可能就涨回到高点了。这些基本面趋势非常好的股票，真的我认为就是怎么下来怎么上去。那建准也雷同啊。
投信前一波买8000张，然后这一波连续砍出大概9000张，把前面买的还倒吐了1000张回去，所以股价从150一路掉到剩110几块钱，一样的道理，基本面好的不得了。AI 的风扇的用量又大又贵，那个整个风扇用的量多很多，单价也贵很多，手上积碳一堆，只在产能可能不太够，基本面好的不得了，所以投进前面才大买嘛，但是为了结账，互相砍杀，砍了9000多张，砍完就会大涨。再来 ，NVIDIA 的新的显卡，又让整个风扇的体积更大，功率更高，那整个规格更升级，单价利润都更好。AI 的集单单价更高，利润更高，都会持续推升。九月份第四季的毛利率持续向上，所以基本面本来就很好，主要是因为投信已经砍过头了，这边我认为砍完就要大涨。所以类似的股票真的还不少，很多 AI 股票，比如说伟创也雷同，华硕也雷同，那比如说台药、台光电都有差不多的现象，但是我没有办法一时之间就是跟大家讲那么多的股票，所以就像我说的，大家最近心情很差，很多股票莫名其妙被法人砍得鼻青脸肿，那有一些基本面真的非常好，你忍耐一下，很快的 maybe 一两个礼拜就还给你公道，但是当然有一些基本面不是真的那么好的，那你势必就要换股。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晓得说 OK， 那手上持股什么样叫做基本面好，什么样是不 OK 的，什么股票后面会还公道会涨回去，那什么股票是没有太好的机会应该要换掉的，如果你能判断，那当然没有问题，忍耐过去，十月份海阔天空 ，maybe 下旬我认为就会很好的。那如果说你真的没法判断说到底什么股票是真的很 OK 或者不 OK 的，我欢迎你都可以来找我。我想你就只要在我们的 YT 或者 LINE 上面留言正义，你的持股通通帮你看看，你持股通通帮你看看，这是我能做到的最大的努力了，因为节目没有办法帮你扫那么多股票，不可能每档股票你有的我都刚好讲到，不可能嘛。我会尽量讲到我认为重要的股票，跟我们有的股票，跟我关注的股票。至于你的股票，你不晓得该怎么办的，就留言正义，你的持股我通通帮你看看，这是我能帮大家尽到的最大的帮忙。那再回到我们看好的股票，比如说通家。盘最高来到74，涨 5.5%， 人家还在整理，人家还在拉回，还在等反弹，它股价已经创新高了，已经创下波段的新高，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强势股。那其实 IC 设计股未来我认为都大有机会，因为烂到不能再烂，景气都从谷底回升，而且以通家来说，营收的最低点是落在今年的一月份的6500万，后面营收是连续7个月的正成长，八月份也翻为年成长，已经翻正了，从6500万翻到1.12亿的营收，已经成长快要一倍上来，代表它的营收谷底在半年前就已经落底了，库存调整完毕，营收回升超过半年，然后后面有非常多利多，包含国际大厂 AI 的转单转去做 AI 市场空出来给台厂，所以通家接到非常多的国际大厂的转单，加上去中化跟景气的回升，明年投变估计比今年大增200%，所有 IC 设计股可能明年投变都比今年大概增加两三成的，大概比比皆是。那这种增到200%的，我估计明年获利出估7到8块钱，乘以20倍的话，2年前的174.5块的高点，其实我认为是有实力突破的，那隐含的空间这就超过一倍。那今天可以这个比大家更早的创下波段的新高，代表整个 IC 设计股在这边的势头是越来越强势，所以就说再来，我想双主流跑不掉就是 AI 加 IC 设计股，
然后四一股另外还有一档爱普，盘中最高涨到349，涨了也是5.3%。那爱普，我认为这边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底部位置。那这个上去空间大，而且因为底部刚发动，其实你也没有任何追高的问题。因为这两天陆续，相关的记忆体的产业相关公司都非常确认记忆体的景气已经落底，第四季出货往上，报价也有可能往上，明年会开始进入向上的循环。那艾普呢，营收年增率已经连续2个月转为正成长，今年营收低点也是在1月份的2.02亿，到7月份、8月份已经分别到4.4跟8月份稍微降到3.88亿，平均抓4亿，比元月份的最低点也都跳了1倍上来，代表技嘉跟艾普营收其实半年前就落底当大家还在做整理的时候，它营收已经连续半年的一个成长。到第四季真的进入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出货旺季的时候，营收跳上去的速度会更快。明年投片量都是大增，而且它的记忆体的 3D 堆叠技术可以让整个记忆体的传输速度变得非常非常的快，所以这部分会大量应用于 AI，因为 AI 需要非常快的高速传输，所以外资看好它这一块未来5年要成长10倍的营收，所以这个也是后面。我认为有大空间的 IC 设计股，当然，第四季就像我说的，再来半个月后就进入10月份第四季，而第四季市场要开始炒作是明年的做梦行情。那目前我所看到的，已经不是只有 AI 跟 IC 设计，再来将要启动的做梦行情。要锁定的标的方向蛮多的，包含 AI 跟 AI 设计，本来就双主流嘛。第四季充电桩 UPS 就是不断电的部分，这两个部分是跟电有关，我排在一起。第四季跟明年看起来都非常的乐观。然后呢，高速传输跟先进封装这个部分，其实就是传输速度的提升，我把它排在一起。最近看起来市场也越来越强，因为整个市场已经开始准备要炒作明年新主流，明年的做梦行情，大概就先抓这6个方向：AI、IC 设计、充电桩、UPS、高速传输跟先进封装。那这两组跟这两组相当的就互相有关联，所以我都排在一起。这个都是在9月中下旬到10月份我们全新的布局的方向。那今天我们已经先布局一档充电桩的标股，盘中涨了大概接近6%，股价相当强势。因为美国采用特斯拉的规格的充电桩，成为美国未来的统一充电桩的国家标准规格。简单讲说，美国特斯拉的充电桩的规格已经一统江湖，未来大概北美、欧洲都会如此，都会用这样的规格。所以会让北美第四季充电桩的装机大爆发，而这家公司9月份充电桩的出货会大增，估计营收会带动成长超过30%，挑战历史的新高。第四季进入大爆发的阶段，明年是完整大爆发的一年。这种股票，我看后面空间都超过50%以上，所以这个是今天全新的布局。再来还要布局的还不止这一档。我说再来要买的 AI 的、IC 设计的、充电桩的、UPS 的、高速传输的、先进封装的，这个都是再来10月份第四季非常重要的布局的方向。所以如果说你想要跟着我们做布局，但手上很多股票不晓得该怎么处理，你不晓得持股到底是好是坏，该留或者该换，我来帮你解决问题。只要在 YT 或者 LINE 上面留言正一，你的持股我通通帮你看看，通通帮你看看。好，把握这个机会，祝大家收视顺利，明天再见。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